别让我教了，自己去接你家那小哪吒。阿成，其实我哇，前方有大美女。查查，你瘫痪了。是临时找我有事。那然后呢？图书馆。再然后呢？自习。再然后呢？天黑了回房间睡觉。我真的有事先走。他真的有课吗？你知道今天几度吗？13度。你又知道孔雀为什么开屏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八千两。你知道你死的时候为什么没人救你吗？你要干嘛？因为见死不救。我真想跟他一起去看电影，一起散步，一起看星星，陪他一起笑，一起疯。可我真的不知道等待我的结果会是什么，我不敢靠得太近。